玩具朋友们。大家好，凯莉和玩具朋友们，我是凯莉。今天呢，当当带来弟弟的清扫游戏玩具来一起玩一玩吧。那么现在我们开始玩吧。哎呀，今天也是一样，凯莉家里的冰箱也是空空如也的呀，就是因为被蒙孙蚁和其他的朋友全部吃光了呀。不行呀，所以呢，我要去市场买点东西。拿好菜篮子。哦，对了，我家蒙孙蚁还没有吃饭呢。蒙孙啊，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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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肚子饿。哦，蒙孙蚁，你肚子饿了吧？没有力气了吧？来，那么先给你吃些零食吧。妈妈呢，这就去市场给你买些好吃的吧。给你饼干吃吧，这里叽叽叽叽叽，我喜欢叽叽叽。来，还有果汁，你先吃掉这些吧。不能把这些撒在地上了哟，不然的话妈妈打扫卫生会很吃力的，知道了吗？那么妈妈走了。嗯，从哪开始吃呢？就怎么敢吃？谁吃完的啊？不行的呀，我要再吃。神姐妹妹，灿烂光芒照大地，我们心中充满热情，来到你的圣殿里。头，耳朵，再吃点吗？开心，你的力量呢，使人们享受一切痕迹。在你光辉的照耀下面，人民团结成兄弟。嘿，叽叽，好棒呀！呀，嗯，叽叽叽叽叽，蒙孙啊！哟，妈妈，为了你，蒙孙买来了好吃的香蕉啦！你看啊，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蒙孙，受不了了！叽叽，怎么脏呢？这个不是我干的。不是，哇！啊，不要耍赖皮啦，蒙孙啊！妈妈不在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多拿了饼干，拿了又拿，然后把饼干都撒在地上了呀？老实交代吧！叽叽叽叽叽，都怪妈妈给的少，我才去拿的。叽叽叽叽叽，和妈妈。原来如此啊，蒙孙你没吃够饼干呢，肚子太饿了，不得不多拿饼干吃了，是吧？我虽然很理解你，蒙孙蚁，但是一天吃太多的饼干的话，对健康是不利的。而且如果你想再吃的话，先等妈妈回来后告诉妈妈你要吃，我再给你嘛。妈妈给你盘子叫你接着吃的嘛。你看你在外面这样边撒边吃的话，别人会说这谁家的猴子，大家会这样说你的，妈妈也没有面子。哎呀，妈妈好丢脸呐、孟孙怡的妈妈是凯莉呢。嗯，反正下次不能再这样了，孟孙怡，你也不要伤心了，好吧？给给给给，给我吃饭吧！给给给给，给我饭吃。知道啦，妈妈这就给你去准备好吃的。但是地板不可以妈妈一个人来打扫的，你也要帮助妈妈呀。妈妈现在去拿吸尘器。蒙孙蚁呢？来，你这样凶凶凶凶的吸吧，可以吗？叽叽叽叽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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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这是吸尘器，来看看妈妈是怎么做的吧。要按住上面的开关的话，会发出 wing wing 的这样的声音。吸尘器可以吸进脏的东西，先吸这样饼干的地方，吸这里，呜，熊。就这样的话，饼干渣子就乖乖的吸进这个里面去了哟。饼干渣子都吸进去了哟。那么妈妈跟你示范了，现在你来试一试看吧。好的。那么妈妈现在把这饼干还有呢盘子等都先整理。
这段时间里呢，我们蒙苏尼，你来帮妈妈清扫吧。现在你可以使用吸尘器打扫了。妈妈呢，去一会儿就回来。你会打扫吧？妈妈很快呢就会回来的哟。拿好手柄，吸灰尘，吸灰尘，吸灰尘，吸呀吸呀吸呀吸！我是一个粉刷匠，粉刷本领强，我要办了新房子，刷得更漂亮。刷了房顶又刷墙，刷子像飞一样。哎呀，我的小鼻子变了变了样。哦哦，有意思。游戏玩具一起玩了玩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我们小朋友吃完东西后一定要整理哦，玩具全部玩完以后也要整理哦，不要忘记了哟。那么凯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来分享哦，再见。